黑怕之子，他是黑怕之子。来，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所有人来到这儿要先秀一段舞。哎，你给他练一下，两个动作。是舞步。对，秀一个舞步。问题一，如果说唱巅峰里边是一个国那个动物乐园的话，你个人觉得你是什么样的动物？我觉得我是考拉。考拉，像你。然后呢，那个不是要先模仿吗？是，但我们不是都在模仿。这没有树呀。没事，对对。我就是那种老树，你看我这个老树，那你要老树皮，来来，好了，